我是小葵，今天让小葵化身成为迪迦奥特曼，一个人来到了密室里面啊。哎，我现在出现在这个地下室，因为密室呢有非常多怪兽了啊，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。走，慢慢的看啊，看一下能不能发现什么怪兽吧。一定不要着急上去啊，你看现在呢已经到达这个密室里来了，小心点，这不会藏着有什么怪兽吧。拿到这个武器来，哎，外星人，你看一下什么情况，这个外星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密室里面呢？你看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这里有非常多这个外星人，看来无论是怎么过来到这边还是能遇到这个怪兽啊。今天呢竟然还遇到了外星人，你看这里还有一个，他朝我喷火了，好，消灭了。你看这里楼后面还有一个，哎，小羊竟然还会穿墙吗？好，把他们给消灭了啊，进来。哟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，总算是全部消灭完了啊，我已经到达这密室的最顶楼了，那今天呢就玩到这里吧，我是。